吴子嘉大爆民进党买疫苗涉贪，还点名苏贞昌和陈时中就是贪污犯。如今民进党的沈慧虹出面控告吴子嘉违反选罢法，吴子嘉怒呛民进党暴走狂骂：“你以为我吴子嘉会怕你啊？你搞错了，我才不怕你嘞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你们干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关就关了、啊，我今天要搞新闻啊，要挑战权威啊。台湾的媒体只有两种，一种是我这种人叫做挑战权威者，一种是周玉蔻就为权威者服务。这个政府是黑社会嘛？”当然要关你啊。吴子嘉痛批民进党动用司法、媒体、金钱三管齐下搞选举，但吴子嘉放话少来这招，对我无效。少来这一套，我就出你这个庭，看你能拿我怎么样。有本事你把我压掉，老子操你。今天还是跟你讲两句脏话给你听。吴子嘉今天是你的，讲白的。未来政府标案超过150万才需要公开招标。吴子嘉踢爆，周玉蔻的媒体放言将从一年拿800万暴增。吴子嘉说，蔡英文控制媒体一把罩，欺压媒体、掌握媒体、买媒体、赔伪事件。然后偷鸡摸狗事情一大堆，这种政党已经沦落到比当年的独裁政府的国民党更可恶、更下流。吴子嘉还嘲讽绿营最擅长拿自己的黑历史当成武器攻击政敌，他只会打这种什么桃色纠纷啊，因为他本身就是贵姐嘛，你知道吧？就会打这一类的事情，最后人很会打，因为他有经验。可是下一个阶段打贪污呢，陈时中就经验丰富哦，他本身就是贪污犯、贪污大高手，他的目的是要抹黑你。国民党骂民进党不稀奇，绿营自家人的炮火轰开内幕，毫不留情。记者黄明君、徐国豪台北报道。接下来科普一下哦，这个水神呢，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会还原成水哦，不会感染，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，所以小朋友、孕妇也适用。万万水神呢，不伤人体，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。如果不够用的话呢，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。